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干嘛？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别这样！你想干嘛呀？有话好好说嘛！你这这难道是我拽的？哎呀，我当没看见。不闹了。你们富家公子身上哪来这么些疤呀？您又是不小心。哦。睡吧。睡什么？还想被卸胳膊？这就睡了。别吵。果然暖和。暖和。暖和。他是不是在通过我感受什么？